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什么叫做钓鱼作战式？快点快点，几点了？快点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哎、欸啊，怎么说是意料啊？就等一下真雄跟你解释好了。钓鱼，耶、yeah! 欸！快点，好朋友中鱼了，我们好朋友中鱼了。最后十秒，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午餐直接吃边煮，对，吃边煮。太晚来，香肠吃完了。哎呀，香肠小霸王呢？结束了，趁雨了，开始训练了啦。买装备。你睡到几点？十点惊醒。嘿、hey ，我想你再不起来，我要打给瑞姐，把他叫起来。哎、欸，有阿龙有时候会用这一招。哎呦，阿娘喂，钓回鱼了吗？还一条，还一条。来，哇，六十一，六十二，一二三，超多了，还好啊，哦吧，六十，六十七十七，七三，七三，阿信有比较多吗？没有，没有啦。你看，你看阿信说没有，然后也一直笑，笑到那个嘴巴快裂。你看，哎、欸，阿信怎么在这？要趁雨你才来，哎，不来拉网子。高博，干还千交代万交代，要早点睡，吃完早点才睡。啊、你知道你今天参加的活动是在干嘛吗？钓啊，就是大家出来钓鱼，然后一人捐捐钱的捐钱，捐物资的捐物资，然后送去一些孤儿院跟弱势团体。是自由乐捐还是？自由乐捐。这位同学，你看起来很年轻哎，今年几岁？哎、16，哎、15，15、16岁，差不多。国中生，有没有觉得那个每一次的洋竿都充满了爱？有。对啊，赶快跑！哎、欸，怎么跑掉了啦？大哥怎么称呼？哦，白鸡。百吉是不是？百吉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、啊、所以百吉是今天捐了多少钱？250啊，很棒呢，这好有意义的活动。对啊，钓鱼的人都很有爱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有爱心。这么苦笑，钓鱼的都很有爱心啊，很有爱心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谢谢百吉是，谢谢百吉是，百吉叔叔。啊，你捐多少钱？500啊。看，终于找到一个比较有爱。哎，刚刚两位在刚好在旁边。250。这个250的，韩慈珠。这个250。啊，含蜘蛛，含蜘蛛500，那还是250嘛？干嘛来加50？赢了所有人，我300，加100变350啊、哦！加100，加100，还有没有要加的？这里有没有要加的？加，他说我还是个学生。帅哥，帅哥怎么称呼？明哥，我叫阿 King。这是你第几次参加这个活动？就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，遇到这个不错，因为钓鱼，然后也可以帮助一些社会上的人等等之类的。那你知道你捐钱的物资，等一下要帮助的对象是哪一些人？不晓得，反正我只知道"义钓"这两个字，我听起来就觉得，反正就共襄盛举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谢谢阿 King， 谢谢阿 King， 谢谢。哎，两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徐小明哦，今天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？钓十几年了，每年都有参加。主办单位是？我们是银丝爆钓。银丝爆钓，对，俱乐部。小明，等一下去找主办人。主办人是哪一位？主办人就是在忙的那一位，在煮。哦，主办人在煮饭，是不是？煮饭给大家吃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阿义。阿义，是不是？阿辉。阿辉。阿辉，阿义。主办人就是叫做是。钓真雄。钓真雄。钓金雄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主办人9年前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如果故事很长，就再剪50分钟。哎咻，哎，这位是我们真雄哥。哎，大家好。刚刚有问他们，大家都叫你钓真雄啊。哎，是的。真雄哥是贵姓？我姓康。
唐大哥，刚刚有大概问一下来参加的，因为刚刚看你在忙哦，就没有先来吵你。不会，现在还是在忙。现在是在忙什么？胡椒虾，这给大家来参加的人吃胡椒虾。啊，我们刚才还要烤香肠。小明又来晚了。烤香肠没有知道，等一下吃胡椒虾。阿姨大哥说，对阿姨，这个活动已经办了九年了。应该是说我们营狮成立九年，那我们当初成立的宗旨就是以爱心义调为宗旨，因为小弟十几年前参加过一次义调啊，觉得这很有意义，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活动延续下去。我们固定每年的四月、十月主赛当日，然后再顺便举办爱心义钓。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来参加钓鱼，可是他对于爱心义钓一样会很支持啊。我们的捐款名单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很多是没有钓鱼的。捐款的物资或者是金钱，我们都有登录，会公开。钱的方面，我们都很小心在处理，都会超支。石钓圈我觉得很有爱的地方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尽一份力量啊，送到社会各个角落这样。哎，我们的胡椒虾快好了，哎，大家可以准备用餐了。所以我们待会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事前有先做过了解啊，了解育幼院或者是教养院欠缺的物资，然后我们再针对内容去做筛选，然后去做采购。之前都先联系过，一定要先联系受份单位。对，这样大概要筹划多久？这样筹划通常我都是一个月前先打电话了解哈，那该单位需要什么物资，待会钓鱼活动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到采购的地方去进行做采购。比如说，假设说收了30000块，我们就是花超过30000块，把这些东西买齐，然后送到需要的单位。好，待会我们再跟着曾雄大哥，不要一起去买。明年要参加，因为我今天又睡过头了，我11点才到，他们又钓完了。就我很纳闷，为什么所有的钓鱼活动都要这么早？啊，迟钓就是这样啊。我们可以吃胡椒虾了。哇，胡椒虾。对。上菜，上菜。秉持一贯的快中午到钓鱼池啊，一定要跟得上吃饭的节奏啊，所以以后还会继续参加。每一次抛竿都充满了爱，每一次的钩饵都觉得充满了爱，每一次出捞网都觉得充满了爱，然后看着那个浮标充满了爱的在跳，对不对？俗话说钓的。小霸王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有没有觉得每一只虾都充满了爱？有。哎，曾雄哥，我们今天物资有什么标的吗？就依照他们那个受证单位的需求，然后目前知道益生菌，然后小护士卵膏，我们现在要还有21800要做采买，在这边我们就要一次把它把东西都买齐，接着下来嘛，这种嘛哈，沐浴乳，花瓶，接下来就买食材了，就是他们有开出的菜单，我们尽量满足他们啊，剩下的我们就采买小朋友需要的食材。各位乡亲啊，如果你有购物的欲望，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买那么多东西，好不好？可以来帮忙，来参加我们营狮爆钓俱乐部，帮忙采买，好不好？你东西就可以一直抓，一直抓，满足你把东西放在购物车的欲望。但这很辛苦啦，我们苦中作乐一下。你也可以去帮忙拿，满足你平常想买不能买的欲望啊！你说曾雄哥还要拿什么？我来，我想拿。里面，那是我们主动面筋，小朋友比较适合吃。一块罐头，找一下看是哪一个。哦，曾雄哥，我们现在累积了多少金额了？17282，这个没有。你们是那个爱心的，对不对？你等一下，阿姨姐。阿姨帮我们找优惠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。还好。哦，这什么？砂糖的。砂糖，这个是可以多送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阿姨知道我们买要捐赠的物资，多送我们好多砂糖啊。是他们工作人员送的。就是知道说我们要送给育幼院，那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做这个好事情。就是有东西我们尽量送。卖好了，谢谢你们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哦。都会帮我们凹赠品，开始停，看有什么赠品都全部拿出来了。我们自己算大概是多少钱？2000多块，超过了。对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没有关系。要常常做好事啊，不然你就钓不到鱼。我哪有钓不到鱼？你才钓不到鱼，你全家才钓不到鱼。
会中彩带吗？我有中彩带，好不好？多做好事，这样你下次就好运还没跑。等一下，等小黑也来帮忙啦。所以我们总金额21800已经超过了，我有点傻眼，没想到那么多，买好多，22000多块，超车，超多的。哇，大家都拿自己的车上场了，真的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。我们待会有几个目的地，两个，这是小朋友的，然后这边是给小朋友的。现在跟车啦，跟着我们那个银丝爆吊俱乐部吊真熊大哥的车队，他们有1、2、3、4哦，4台车。待会要去两个地方，先到一个那个儿童的，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是教养院跟车。真熊哥说很近啊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过了7、8红绿灯啊？是不是怪怪的？静静的，我就说有爱心的人哦，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再远也不嫌远啊，再累也不嫌累啊，值得我们仿效的。哇，这么感性，现在是不是要拿出你的卫生纸？小明的感性时间，我觉得我们钓鱼人啊，都是非常有爱心，来参与这样子义钓的活动哦，真的会让自己的心灵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洗涤。进到小巷。进到小巷，诶，看到小飞象，诶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变二十。好，我们现在跟他们到了这个乐活鱼游园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卸货了。诶，园长你好。各位好，毕姓吴，大家都叫吴妈妈。银丝爆吊是我们长期的好家人、好伙伴，你们已经帮我们好多年了。那我们这个叫安置机构，那服务的都是一些家暴、失忆的孩子。那这边孩子来讲，可能就是由政府端，好，然后知道说家庭那个孩子有一些问题，期待需要社会局帮忙的，然后这边符合就会进入。那最小的3岁，最大的已经快满18了。用大家的力量，共同让他们的后的人生会更好。谢谢银丝爆吊，谢谢。这感谢状哈，还有那个现金收据的部分，所以大家交付的东西、交付的任务，我们都可以顺利把它完成。我们换下一个单位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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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啊，你们这边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？是我们这边主要服务的是18岁以上、64岁以下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们，家长或是政府转介，或是一些失忆失亲的一些家庭都有。那你们平常有接受民众自由的捐赠物资吗？是会希望大家能够发挥爱心，对，那举凡生活用品、民生用品都欢迎捐赠。OK， 所以我们会可以把你们的联络资讯放在我们影片的下面。那你有特别针对哪一类的物资的需求吗？比较会需要的就是比较会消耗性的，像卫生纸啊、洗发精、沐浴乳、尿布等等。然后捐赠物资就直接在我们影片下方是好的联络方式，直接跟我们方舟的院长联络。谢谢。对，好，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谢谢。好，下次见。下次见，谢谢哦。不打扰了，谢谢，拜拜。OK 了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全部完成了吗？是的，都完成了，大家交付的任务都完成了，然后感谢大家的爱心，我们会持续做下去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真熊哥，谢谢小明。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完成任务了。每年4月跟10月，喜欢钓鱼的朋友都可以来共襄盛举。今天小明的这个记录，希望可以让大家对于我们爱钓鱼的朋友呢，又有更多一层的认识。哎，路边有人在钓鱼，看看。哎，大哥有钓到吗？前面有了，后面没有钓到了。哎，网络上有人推荐阿中钓鱼去，阿中好像在这边钓到垃圾鱼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看垃圾鱼才来钓的。想要钓就要看垃圾鱼啊。
刚刚从教养院离开的路上，刚好看到路边有一个池塘。阿忠啊，就是你啊，爆点给人家站在路边晒太阳钓鱼啊！哇，弟弟中鱼了，弟弟中鱼了！好，大哥，谢谢啊、哦，先来走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